身体发炎又累又老，恶性循环不会好，我变得超级怕冷，我体温现在是35.8度，很低耶。工作完一天当然很饿啊，所以再配个啤酒，居然胖了5公斤。吃不对的饮食，可能是熬夜压力，可能是一个病毒，你会一直觉得很累，四肢酸痛，喉咙一直有异物感，就一直想咳嗽，再怎么睡都不会恢复，而且时间很长，这个有可能就是在慢性发炎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